下来我们即将进行的是综合讨论跟结论。在此首先介绍两位主持人，范凯琳神父及谷伟莹教授。范凯琳神父是北京师范大学宗教学博士，现任圣母圣心爱子会东亚区区长及鲁汶南怀仁基金会主任，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卢伟莹教授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系主任，现任台湾大学名誉教授，也是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接下来介绍三位语坛人：黄贵雄神父、杜长林老师、叶嘉燕老师。黄贵雄神父曾担任圣言会家庭服务组神仆、天主教台北教区家庭协谈中心神师，具有丰富婚前辅导与夫妇恳谈之经验。杜长林老师是美国波士顿学院諮商心理学硕士，现任怀仁全人发展中心主任，具备多年咨询与婚姻辅导经验。叶嘉燕老师是圣作平信徒暨家庭与生命部顾问，曾就读圣作若望保禄二世婚姻家庭研究所，现任主教团秘书处婚姻家庭中心主任与辅人，圣伯敏神学院伦理神学教师。现在我们欢迎范凯琳神父与谷伟莹教授为我们主持接下来的纵横讨论与结论。First of all, 英中文。首先要感谢大家很辛苦努力哈，一整天都在这边哈。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印象就是很丰富哈，因为其实这个婚姻，是对我们不只是以信仰来讲，而且也是以我们那个社会还有人际关系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早上有句话，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个教授讲的，就是我们家庭是社会最少的一个喜宝，但是是最重要的，因为很多社会的一些复杂性还有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可能这个细胞哈，家庭细胞有问题就开始有点像癌症的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个那么小的一个细胞，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的话，后果在社会上也是蛮大的。所以更多的话就是谷教授也跟我们介绍，因为他是这本书看了好几次，因为一直看一直看去想好，有他还有林金兄还有我们的那个纯真小姐，他们都一直看跟了解到底内容是什么。有时候你要放一种那个英文到中文中电视要去燃中国有那个中文方面的肚子难了解哈，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翻译，而是要去想一想跟有意义。所以现在我给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谢谢神父，各位嘉宾。我其实没什么大的资格，我不是婚姻辅导专家，但是我相信我读的书读的这本书的次数比大家都多，因为这本书啊，大家注意一下，有特色，相当新哦，相当的新哦。我们南怀仁知道了这个书以后，立刻就开始翻译。翻译以后，韩师傅请了七个不同的翻译，本来八九个了，后来翻译出来，我看了这翻译的实在是很有问题，所以呢，我们就重新慢慢弄。到后来，因为有很多其实不太容易翻译，但是我们把它作为弄出来以后，我们再一个字一个字重新从英文再看过一遍。看过一遍以后，那后来啊，这个这次要开会的时候，每天叫那些主讲人来主讲的时候，他们又来抱怨说还是看不懂，那我赶快再召集他们三个人再把那些重新读一遍，有些重要的部分后来都慢慢读，觉得有他的意思。所以这本书各位不要带回去随便看看，多读几遍，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读书会很重要，你们可以叫个团体啊，叫他念一遍然后反省一下。那为什么有些翻译不太好？因为他们翻译他们没有这种经验呢，因为神父找了一些比较年轻的，或者是有一些神职人员，他们并没有这种经验。那我因为有四十几年的经验啊，所以这个从这个经验中跟他们反省以后，慢慢的了解啊，这样子我觉得非常值得，非常值得要好好的去读。本来这本书应该是五六月的时候在大陆正式的发表，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几个人想要到大陆去正式发表，但是都是种种原因没办法，所以在这边弄。所以各位，你们不要把这本书啊带回去放在架子里面，马上拿回来看看，多读几遍，读多了，就像郑云讲的，读多了就慢慢就读出它的味道来，非常非常的特别啊！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这个去好好的反省一下。另外，
这本书这个他是从欧洲的这个背景来的，他讲过，其实你看他可能他现在可能是犹太人，你看到没有，犹太跟基督，但是他们两个信仰的，我记得变成天主是一样的。东方我觉得有马上有两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边的问题是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很多是不同信仰的人结婚，这个非常非常麻烦这个问题。第二个，东方的像中国人的家族啊，结婚是两个大家族带来的家人的问题，婆媳问题很多很多，那西方都没有，这样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本书作为一个起点，我们可以常常来反省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样可能有更大的意义。所以我想就这两点，我们大家可以有机会大家再讨论一下。那我简单的说明到这里啊，那等一下请几位今天的这个主讲人营业人再分享一下，你们每个人有五分钟的，好，我们请这个圣座的这个特别委员来叶老师来讲讲。好，大家午安，午安好。你是要我分享我们第三组吗？还是可以面对五分钟，五分钟好快。我们是负责第三组，就是谈到这个在爱在家庭爱的喜乐的这个牧灵的劝谕当中。我们第三组我给他们设计的是有分了五组，每一组又针对不同的主题。第一组谈到的就是当我对你说话的时候请看我，这个主题天晓得婚姻真的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这一组就针对时代的讯号，也就是说婚姻里面当对方不再相看了，甚至是相看两讨厌的时候，那么婚姻到底要怎么样继续的走下去。那这一组他们其实讨论的就是我从体会困难跟建议给他们哈。那他们其实体会到的就是现在的婚姻睦邻很困难，因为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协助。第二个困难是他们会觉得现在的家庭里面的情感很冷淡，父母之间很冷淡，父母跟孩子之间也很冷淡。我昨天前两天去参加一个丧礼，就是我们台大的几个孩子们认识的，另外一个学校也是，那孩子就是自缢了。那我去参加这个婚礼，因为父母亲我都认识，所以我去参加，真的很难过，这么年轻的孩子就选择了离开。那我们问了父母，你猜父母亲怎么回答呢？父母亲说啊，都是因为他失恋了，所以他没有办法，然后就离开了。只是这样吗？好，这个孩子从小在这么优秀的环境下不断的补习，不断的念很好的学校，一路上来有没有人关心过他心里想什么？而父母亲给了他的压力让他承受不了，当男女交往没有人关心，父母亲说我从来不知道他交了男朋友，连他交了男朋友父母亲都不知道，可是父母亲却把责任放在是这个男人，是这个男孩子跟他分手造成他的女儿离开了。那我觉得这整个环境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家庭的问题产生出来，是孩子不再跟父母沟通。好，那这个也是我们第一题看到的，就是当夫妻不再对抗，甚至你有没有你的孩子在哪里你知道吗？哦，在补习班。你有没有双眼，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好好的看着他们，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跟困难。好，第二组我们谈到的是生活在家庭中，就是基督在家庭当中的。好，那我们其实比较提到的就是因为我做了很多的牧灵工作，我比较希望他们针对牧灵工作的角度是提到了孩子不进堂这个议题。我想很多人点头啊，有很多的家长会来问说，老师我的孩子都不进教堂怎么办啊？那第二组他们特别的也讨论到了，就是夫妻好像并没有把信仰放在第一位啊，把什么放在第一位？夫妻把赚钱放在第一位，把孩子送补习班放在第一位。孩子去补习班，他们永远不会考虑第一个步骤是把孩子带去教堂参加主日学。好，那很多时候遇到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其实父母的关系也影响到孩子。当父母在吵架、在争吵、但不高兴的时候，也影响到孩子。好，那所以这个是第二组他们讨论出来。第三组我们也讨论到的就是
Yeah, 一样，就是如何加强子女的教育，在我们这本书上也特别的提到这个。我觉得古教授非常的提到的推崇这本书，我自己读过一遍，我也很想再继续读，因为我觉得好像还不够哈。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特别的希望，就是我们的堂区的神父们也推荐我们的教友们读这本书。那这本书里面他也特别的强调爱的喜乐里的第七章提到的是如何加强孩子的教育。那当然我们孩子的教育就是什么，不是孩子自己去仰望天主，是夫妻，是爸爸妈妈要带着孩子仰望天主。那第四组我们提到的就是对天主要求的回应，在这本书当中啊，那我们其实也特别的我给他们的题目是当夫妇有困难来敲门的时候，堂区的神父打开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还有不只是堂区，是教友，如果夫妇有困难的夫妇来找你，你怎么样去陪伴他们，怎么样去分辨，怎么样去带他们共融融合在一起。那这个也是聆听陪伴，是我们教友应该具备的身份，我们有责任去，有经验的夫妇在这本书里面提到，有经验的夫妇要去陪伴一些有困难的夫妇，或者要陪伴我们新婚的夫妇，这个也很重要啊。那第五组我们提到的是寻找新的牧灵方法，当然这一组他特别提到我们的讨论时间太匆忙了，没有办法在一个半小时，就半小时之内要讨论怎么样的走这个新的牧灵方法。不过他们提到的就是蛮好的，他们提到是夫妻要有自己的团体啊，我们的小组里面特别提到如果堂区有这样的团体是更好的，夫妻们有一个信仰的共同团体，它不是只是信仰，它是有团体，而且是夫妇的团体，彼此的分享。好，那另外一个呢，他们提到的困难是如果有新的教友加入这个堂区，那么他跟旧的这些教友们的融入比较困难啊，这个也是我们要面对。有时候我是基督生活团，我们也会常常遇到这个问题，我的团体25年或二十几年，可是如果有一个朋友新来的加入我们这个团体，他就会觉得他被isolate， 他被隔离，他没有办法跟这个25年的团体在一起，这个也是我们要面对的困难。还有夫妇们彼此会比较 OK。 好，那另外一个他们给的建议就是家庭的这个牧灵的培育很重要，因为他们觉得在堂区里面，如果我们可以用教区或堂区做这个婚姻家庭的牧灵是非常重要，有培育的课程他们会很渴望，尤其现在的年轻夫妇很多，南松山天主堂有好几对年轻夫妇，他们也很渴望成立一个团体，然后有培育的课程，那他们也会做这样的邀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开始，表示我们的教会是有希望的，好吗？好，谢谢。我们下面请杜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大家午安，那个快要结束了，我们再撑着一点。我们这一组其实那个在讨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那个过程帮助我自己看到了一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点，就是其实在夫妻里面，虽然那个互惠性的美好，虽然那个很渴望，然后忽然这么愿意去满全另外一个人，然后两个相拥在一起，可是其实我们都要提醒，我们不可能把另外一个人当成我们自己的延伸。有一位修女分享说，好像那个两个人在一个教室里面，然后那个窗户是紧闭的，然后你看我，我看你，要我给你，你再给我，然后我再要你再给我更多，这样子最终这样子的爱是会走到一个窒息。好，那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柔和的态度，其实我们刚刚分享到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在我们的沟通当中，因为其实沟通去倾听，然后把自己向另外一个人袒露，然后把我们在婚姻在我们那个面对那个变的过程当中，你在想什么，我在想什么，我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柔和的那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夫妻就是在沟通，但是他们要么就是想办法攻击对方，要么就是威胁让对方能够怎么样先听懂我的。大部分夫妻坐在我们面前都会想的，我要先
把我要讲的他有没有听懂，但是我们都忘记问我们有没有听到对方。那那个他者里面，其实我们也讨论到，那个他者虽然跟我们相异，但是我们同样是天父所创造的。你在里面你想要被满全的东西，你在里面你想渴望得到的东西，其实他也想。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那个提醒是好奇的，然后去带着一个态度，是要给他空间。他如果真的跟你想的不一样，你能够继续爱他，你能够继续相信。而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不是只有基督徒的夫妻需要这么做。虽然我觉得我们是更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信耶稣的爱，耶稣天主对我们的一个带领，还有圣神在我们每一个人上面充满，让我们有这种违反人性的能力去给人家不求回报的爱。但是其实如果在具体认可的实践上面，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朋友或者是我们牧灵的对象当中，可以把这个柔和的态度，可以把这个怎么样在关系里面去视为可爱的他者，这个部分这个态度我们可以谨记在心，可以帮助我们在好像看起来在沟通在磨合的过程当中能够走得更顺。好，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我们设计这个工作坊的时候，就发现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没有去设定太多的，一直有针对这个如何建立彼此 的这个在灵性方面的成长跟建立亲密关系，就是把重点能够提出来。对，那也最主要也是有分享，就是说我们在陪伴每对新婚夫妻的时候，让他们第一个就是说他们认同了，他们要一起走进这个婚姻的话，他们相遇相知相解，是用这样的跟我们教会的礼仪那个来什么认识的，第一个认识的的情况啊，他们的对对方的第一印象，喜不喜欢，有没有感觉，对，这样的。然后相知的部分很多，所以为何我们会提供6次12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好好的去对话啊，所以这个部分然后相结合，就是说期望结合他们有要成为一对夫妇啊，如何建立家庭，这个一个一个的部分，就是让他们都有时间去写情书对话啊。对，那这样的过程是蛮扎实的，就是说婚姻的灵修可能就是建立亲密关系，然后对家庭的议题对婚姻盛世的婚姻灵修的，那最重要的话就是说他们怎么用一个有效的工具就是我们有介绍，就是说夫妇恳谈会，当然不是这个是只有唯一的方式，就是说夫妇恳谈会的每日对话，选择一个题目然后一起来写足10分钟，把你的主要的想法感受具体的用那个 hard pen， 因为你写的话那个笔会说话，你用打手机的是人工智慧的，没办法，那感觉会出来，那就会很真实的一致性。我 I statement 在讲他们，然后会读情书，然后选择一个他们要对谈的一个比较重要有强烈的感受的这个就是每日情书举例是说那个好像是新加坡夫妇对，我跟哪一个那个来，他们多少年就是一直在写，甚至他们生病了是就感受到那个就是情书的那种 powerful 那个力量，但他们就是不是说他们多不平凡，而是平凡当中有不平凡，像那个加拿婚姻那样的。所以我看到这样的话是说我们是一个神父更该谦虚的跟这些平信徒服务，他们是这些婚姻生活家庭的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我是有这样的带让他们，然后再也试着再写一封情书，他们按照他们的题目这样有个经验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是说
目前我自己的部分是说这个部分是够了，这今天是有学术的，就是说他们这个学术部分跟结合教宗的指导写的。那台湾呢也需要，我没有做这个事情。我想说我也是这次的这个讲席，我也会写一篇文章的话，也是回应这次的讲席的，那把这个一些理念再写，希望能够写出来。好，谢谢。我们时间有限啊，我们开放给大家，然后有些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把握机会好不好？ OK， 请稍微自己先介绍一下，然后再讲一点问题啊。我是来自神学院的，就是有当我们其实很多这些，当一个人有一个段子，当一个人单身久了，突然想找另一半，这个一起来经历风雨，但是突然多年发现，所谓带来的风雨都是另一半带来的。所以其实那些有问题的红颜愿意来找教会，来找神父们，其实这些人的存在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大，他们愿意。但是往往最惧怕的就是我已经自己解决了，不需要你教会，不需要你神父来介入，其实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一个撕裂。其实最大个人的经验来说，最大的造成一个其实和教会自身的一些前期的培育有很大直接性的关系，当然也有这个过婚姻者的也有直接性的关系的。所以说造成这样一个最终的一个比较不愿意看到造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局面，为每个人来说都是不愿意的。当然这个特别是黄神父的这个涉及的这一系列来说，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是蛮有意思的。特别是黄神父这一块，我特别想问，就是在这一块，就是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就是我就不愿意，也有或者也许也有黄神父去找一些的，就是我也愿意，但是我就拒绝你，你不用来。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甚至我的经验当中，我们去找不需要你神父 ，OK， 就是造成这样的一个困境，神父的一些方式方法，谢谢。好，那我就简单回答一下。我们不会去把这个就是愿不愿意当做一个问题，我们只是邀请，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我们会邀请你。那当然是夫妇的问题，我们是你邀请你的另一半。那如果说开始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先来。对，所以是很困难的，可是困难不是靠我解决啊。所以我在我分享当中，我每一次回家之前怎么样，在圣母妈妈面前祈祷，我没办法，所以我们是需要这个跟教会连结，跟圣母妈妈连结。那耶稣会把这个水变酒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奥妙的地方，奥秘的地方。改变不是我们，而是圣神在他内，他愿意的时候才能够，事情才会成就。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来，争取时间。好的，如果没有的话，最后我要讲两句话。第一个是这本书的第二部分非常重要，第二部分是请生物科技专家啊，还有一些伦理专家来讲，就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生物科技的人工生殖啊，怎么样领养啊，那个胎儿不正常啊，以及未来因为我们可以因为医药的发达，我们可以多活30年，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夫妻的问题。第二部分非常重要。那他们有个比喻很好玩，很有意义，他就说像秋天的时候，大家看一下大地苍茫，可是有人看到其实是收割的季节啊，其实是等待春天的来临。那个复活节的清晨啊，伯多禄跟若望都跑去坟墓那里去，伯多禄一看，耶稣不见了，若望一看到知道耶稣复活了啊，所以可以不同的态度可以改变我们。好，我们讲到这里。最后一句话哈，要去讲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平常不喜欢出现哈。我们的脑坏人台北研究中心的主人哈，是我们林义君，他傻白找我现在，因为这个活动70%以上都是他努力在后面做事，应该有你们很多跟他联络，大家联络人跟这边哈等等，但是他平常就喜欢像那个皇帝的那个妈妈在后面龙蛇精厉害的哈。这个是有效果啊，平常很多家庭妈妈又是在后面解决问题，对对，但是从后面解决了问题我已经5点多一点点，我觉得应该要快要结束了。好，特别我觉得我们是以信仰
来啊看这个婚姻的。但是当然我们可以说也除了教友其他人也有婚姻的。我觉得在这方面当中希望我们的教会啊，特别我们在台北啊，台北教区也更努力去关心啊，还有牧民方面，还有培育方面，还有那个准备啊，在那个这些神父修女教友有一个基本的基础可以去帮忙。因为有时候很多问题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教友啊，神父们有时候是没做，我是属于一个家庭，我有爸爸妈妈，但是有一些东西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怕。还有特别在台湾很多生殖人员还有包括修女都是外地来的，有时候我们也不清楚我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在台湾的文化哈，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需要磨练，需要努力去往前走。好，所以谢谢大家，也希望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哈，或是在我们无论如何是什么样的承诺，都可以完成我们的路程。谢谢大家。今日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忱参与与主办单位，希望此次研讨会结束后能为21世纪的婚姻生活与天主教神学和牧灵思想开启一个相互融合催化的作用，也让与有兴趣此议题的教友们在婚姻这个共同的议题上获得更多的解答，并在未来辅导 教友婚姻生活时带入信仰灵修的真谛，使婚姻关系以最幸福的氛围彼此陪伴共度。那我们这里再次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跟语谈人。